分钟，得分十一分结束。哦，败部的宅虎娘。哎，老虎娘，你帽有黑无？手环带有用阿无？阿不会，阿不会哦。手银带。啊，你肯定会买无啦？你会买我？你肯定会买，我会买电，我会买电池啊。你先，你先买。OK 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社长要请。全冠军最后的。OK。我是讲，我听过没？没有记得说啦。同学，OK。买啦，我。同学，哎，两个都同学，这样很尴尬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确定了。阿姨，爱等伊来写，阿姨要修的。好了，那个我当作你要买了啦。哎，还没哦。嗨，我前面要跟你急着收啦，你要是没我要确定我要被等级啊。在吗？怕料没挂，你有敲工没不？二啦，好烦，怕料没挂。没有啊，你们看我。哦。我都要十块钱，我都搞不起。我应该要跳起来比较顺，不会比较高，但是会比较顺。没有在跳啊，都只有跑步了。对，因为你都没有，你都练耐力，都没练肌力了。哇！两分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我再给你，换人加班，你跟着换，换过去就好了。锦鳞锐有差，风也没有太厉害啊。我看着他从扁平过，对，锦鳞锐啊。看不出来他刚很累的。他看得出来很累。旁边很累。不是他看得出来，可是他之前我以前在新竹打都很凌晨，他不好守。感觉就可能被你们超坏了。是不是我够了够了，还尴尬。真的。他之前灵活切不太过他，他现在会有点顿顿。这个。好球。自己抢了三颗篮板，四颗，赢我了。数据完美，完美。今天大三也是靠这个。第四颗非常进了两分，五个篮板加一个两分。哎，有碰到球了。当然我烂了，败部打起来很快啊，败部打起来。我烂了，我要你帮那个过去打了。对啊，来啊，哎呀，太狗。啊，这不能摔啊！刚刚那个 GoPro 可以摔啊，这个我会跑掉，这不能摔啊！这个球过来，新买的吗？是这个三轴啦，哦，三轴。那怎么叫收起来？收起来的。北齐哦。高人啊，今天又来啊。高人啊。啊。哎呀，收起来得了啊。你直接搞我。哎。阿宇今天也怪怪的。对啊，他今天。对啊，就是非常不错。刚是疑惑了一下。整场都好。他今天差不多不准，我今天他投不准，很多不想。对啊。对你们到后半才好。对啊。对，他今天都很热啊。本太热了吧？跟我一样，因为他戴墨镜。哎，你把给看无啦。最近带女儿比较累。知啊知啊，我较早艰苦啊哦。那我。双胞胎啊。我今天写下单写好几张才可以来打球，你知道？先写给我女儿说，爸爸去打球啊，你要去打球，那你写给我去小公园。继续啊，当然不能说要打球，你要说爸爸今天要去训练，我爸今天要去上班，他要说你不要你在家里陪我。爸爸今天，然后不是我老婆就会拿出灭火器，那你要去干活吗？好，那我要去阿妈家。二话不说，立刻上车就跑掉了。江宝，还有远方小子，直接换边了。他们三个大人干嘛？三家都是第一场，第二场都美丽的，美丽的浪漫。我们刚才怎么打人多呢？好球！哎呀，裁判打人了，裁判！还有胡晓的招式。被用去了，哎，吴小人呢？我去哭了。哎，他人呢？他人怎么见了？他们要自相残杀。我刚刚讲说你们要不要剁手分开，因为他们要分出个胜负。哎，吴小人，他哭着跑回家了。不会吧？哎，
等一下应该是我们败部两队打完，然后再休息换你们打。快点，合作牌，等你们打完后我们打。然后接下来才是败部冠军，然后胜部冠军。哎，冲三回，这有事吗？脚踝终结者，你假摔你。同学们，来哦，来我去拍盘啊！挡住，挡不住，开始啊！小心，不然我人现在投球姿势比较好一点。哎呦，拉喽，拉喽，十比二，怎么这么快？你十一分而已。11分，还不想11分。哦， 11分哦，还不想11分。等于六颗嘛，你等于是6颗，6颗就绝对快一点就5颗。快再快一点就4颗。好球。哪一队的？红区。最少多少？是 TMD。啊 ，TMD 今天没来 ，TMD 全部去考试了。真的？考什么试？他们去上什么那个眼镜的课啊？考试啊？谁？许家人他们呢？哎，不要换我们了。啊？换我们两队互打。你刚刚哭着跑回家了啊？好累啊，帮你打好累。跟谁打？有这回事？有这回事？你这样等一下靠你们了，我都不准。两分，我不准啦、啊。还有你都一直进了。对，你这样就不准。荣获八包一颗。你不要站那边，你不要跟我们这几个在一起。10点半，差不多要打到一点了。你跑过来投一个送去。等下我们猜拳好了，决胜负。因为他们败部输了呀。他们现在打那个龙，现在这边嘛。对啊，只要打完后门打，啊，不要后门打篮区啊。差不多啊，1点多就打完。必须要争个冠军出来。哎，是。好吧，好吧。好吧好吧六七八队败部要连打3场。A 跟 B 啊，他们败部2场打完后门就打，然后我们。